泼水节刚刚过去，第一场雨已经把大地浇透。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的折放坝子，水田已经被翻犁过了。经过溪水的浸泡，泥土变得软糯细腻。插秧的季节到了，从小就生活在水稻田边的县小晃也开始了他忙碌的栽秧的日子。德宏的坝子是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在德宏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芒是谷子，遮放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水稻在当地的地位。在德宏，没有水稻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水田一块块的变绿，空气中飘过了米饭的清香。午饭时间到了，栽秧的傣族女人们从后腰上背着的竹篓里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简餐包饭。芭蕉叶里包着晶莹的米饭，还有油炸的猪里脊肉，腊月里腌制的腌菜。这就是傣家人典型的快餐，俗称包饭。米饭、油炸肉、辣腌菜，它们虽然简简单单，却是米饭与下饭菜的天作之合。包饭，它陪伴着傣家人上山下田，劳作节庆，它见证了傣家人的勤劳，也见证了傣家人对生活滋味的寻找。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包饭，要想好吃，煮饭是关键。米必须要用傣家自产的软米，经过淘洗，短时间的浸泡后，米充分吸收了水分，然后上冷蒸。
一滴滴晶莹透亮的液体通过蒸馏器流到了酒缸里，这就是傣家人的小锅米酒。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将会去到寻常百姓的饭桌上，为甜美的生活助兴。在傣家村寨的院子里，这是一幅经常可以看到的画面，制作粑粑，蒸熟的糯米糕均匀地摊平在芭蕉叶上，这就是傣家的糯米粑粑。芭蕉叶的清香，蒸熟后糯米的稻香，两种香味交织出粑粑的特殊的香气，香甜软糯。芒市大河流过遮放坝，龙江也擦着遮放的坝尾流向瑞丽江，还有无数的山溪河流在坝子里纵横蜿蜒，它们滋养出了富裕的遮放坝。有米就有鱼，有米有鱼便有鱼米之乡。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爱鱼、抓鱼、吃鱼，在田里劳作，随便抓几条鱼、逮几条黄鳝，是傣家人的日常。做鱼的方法很多，生长在田边地头的调料也仿佛是为制作鱼而存在的，香柳、金盖、香菜，他们把鱼的土腥味去除得干干净净，留下的便是鲜美滑嫩的鱼香。砂锅炖出了丰腴的香味，也煮沸了傣家人的生活，有滋有味，幸福绵长。陈信莲曾经在龙江边的芒饼寨子做过5年。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回到那里，感受山川美景，同时在龙江里收获丰厚的馈赠。这一切都能在他的绘画中找到影子，同时也在享受美食中充分地释放出来。回到芒饼的陈信莲，只要天气晴朗，他总会和他的老朋友和学生到龙江去挂网。龙江在遮放坝子舒缓的穿行，白色的沙滩，清澈的江水，在阳光下闪耀着光泽的网具，预示着傣家人捕获到鲜活而且个大的鱼，首选
就是做雨洒。洒傣语的意思是堕生，雨洒傣族的雨洒必须用傣族地方特产的佐料，小茴香、小米辣、大盐碎、腌菜糕、涮涮辣、香柳、柠檬等新香料的加入，让鱼肉里的鲜味倍增，口感圆润饱满。当米线、莴笋、圆白菜在粘稠的雨洒里翻转腾挪，沾上一层爽滑的汁液送入口中，鲜美爽口的味觉体验植入你的心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风物也孕育出了一方美食。炎热多雨的气候需要酸酸辣辣的菜肴来滋润我们的舌尖，我们的肠胃，让它们苏醒过来，重新焕发无穷的朝气。冬日折放龙江，水流平缓，水波清澈，远山如黛。采金亭，一位生长在龙江边的傣族女子，她在岸边等待着正在龙江上捕鱼的丈夫和父亲。对于如何捕到更多的鱼，采金亭的父亲可是一把好手。江水较浅的地方，将渔网布置好以后，可以下到水中，在水中一面前行，一面用竹棍击打水面，驱赶着鱼儿往渔网中跑去，最终将鱼儿成功的捕获。采金亭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捕鱼达人，那些捕捉到的鱼不仅是家里一餐一饭之间的美味，更是父亲养
吃不完，家里人会把鱼风干了吃。后来发现放一点佐料会更好吃，于是就开始尝试着放各种各样的佐料进行腌制。